去灌顶焊接下管道，注意隔绝措施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请用左手柄射线指向箭头下方圆圈位置，并扣动扳机键，即可传送到指定位置。请用右手柄触碰并扣动扳机键拿取焊箱。请用左手柄射线指向箭头下方圆圈位置，并扣动扳机键传送到灌顶。请用焊枪顶部触碰高亮位置进行焊接作业。您受到了灌顶焊接爆炸的伤害，接下来您将看到正确的操作。一、作业前办理动火作业证。二、作业人员施工前安全交底，明确施工风险。三、监护人在现场履行好职责。四、做好动火隔绝措施，加设盲板。